什么意思？你撇不出的意思。那个哈，那你可以跟我女朋友说生日快乐，好吗？对，生日快乐。然后比一个爱心，可以帮我女朋友比一个爱心吗？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，你可以祝她生日快乐吗？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好啦好啦。 在左边，我紧靠右。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，属于我们俩的。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。耶耶耶！什么意思？耶，没有钱，经费不足的意思。 勇气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